大娱乐家拉拉链。鞠躬，最后一次跟所有的观众谢场鞠躬。OK， 谢谢。2020澎湖观光旅游年，2020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，澎湖在今年7-8月暑假期间，创下了51万旅游人次的观光奇迹，突破疫情，跨越困境。制造经济，让我们用给澎湖最热烈的掌声。特别感谢澎湖县政府旅游处陈美玲处长，谢谢最美丽的处长热情邀约，橘之音管弦乐团、橘之音小型表演歌剧方可以再次站上花火节的舞台。谢谢最认真的陈处长用心规划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，精彩绝伦，惊喜不断，让我们一起给陈处长最用力的欢呼。谢谢澎湖县政府，谢谢处长，澎湖我爱你，处长我爱你，祝你，谢谢大家，爱你哦。